秋葵一定要吃嫩的，老了就不好吃了。好新鲜。我们家这个秋葵就活了一颗黄红色秋葵，这个红色秋葵还没长大，长得好慢呀！而且红色的秋葵的植株的高度，比绿色的植株高度要矮好多。这绿色长这么高，这红色才长这么一点，而且长得好慢。红色秋葵，我上次还以为秋葵只有两种颜色，我以为只有红色和绿色，没想到好像还有白色、黄色，是吧？我们这里对秋葵的了解少之又少。没几颗，就这么几颗，不到十颗的样子。这上面还有很多小的，特别小。再摘了点辣椒，摘点秋葵，好热，回去了。来啦！这个好嫩啊，这么小，这个可能都有点老了。这个秋葵跟其他蔬菜是不一样的，其他蔬菜一定要是长老了、长成熟了才好吃，但是秋葵一定要是嫩的才好吃，就越嫩越好吃。像这种很嫩很嫩的也是可以吃的，这个就已经有点老了，这个嫩的也可以生吃。黏黏的、滑滑的，如果蘸点酱油、蘸点辣椒酱会更好吃。里面的籽还是嫩的，它的营养价值好像很高。有点甜甜的感觉。吃到嘴巴里面，有很多粘液分泌出来。嗯，好吃。又洗了一个给老姐尝尝，她从来没吃过，生的熟的都没吃过。第一次看到这个东西。第一次是可能不太喜欢这个味道，它不是大众都喜欢的蔬菜，但是它的营养价值真的非常高。它有好高的营养价值，可以美容养颜，而且它起来之后对膝盖的那个就是膝关节还有保护的作用。它营养价值真的非常高，又不辣，你眯起眼睛跟我打。抱歉，不辣也不酸也不苦，就是有一点黏液的感觉，滑滑的。我吃完不能回。你家那是嘴巴子呢？啊，黏黏腻的，它是有黏液的。女孩就变乖的，变成公主。我姐的表情又不苦又不辣，她是什么表情？开水煮一下，可以这样焯水了之后蘸酱吃。好像我看到有些粉丝朋友留言还可以炒鸡蛋吃，是不是？还可以加点虾仁儿炒着吃，我等一下蘸辣椒酱吃，还可以生吃，还可以油炸了吃。
哇，煮好了，嗯，好香啊，香香的味道哎，这个味道好像怎么跟红薯煮了之后味道有点像。哇，这个就裂开了。酱油，再搞点剁辣椒，尝一下味道。嗯，好巧，好吃。茄子好吃，你看这个就老了，里面就是渣，这个就不好吃了。所以说秋葵一定要吃嫩的，这就咬不动。嗯，这个也老了，这么多老了，这白色是籽。好多都老了，没法吃了。老了，一定要在它还没有长成熟之前就要把它采摘了，不然就是一包渣，没法吃。千万不要等它像其他的蔬菜一样完全长成熟了再采摘。你像我们家的西红柿，长得越成熟味道越浓越好吃，但是秋葵就不一样，一定要在嫩的时候采摘，不然就像这样一包渣。这几个肯定都老了，不用吃了，都老了，不用撕片片，就是直接起的。嗯，直接切，因为这个老大已经不用撕皮片儿。这咋这么多的？我们这个老了已经，它不是吃里面的籽，它就是吃这个，就吃这个，就吃这个，但是这个已经老了。洗过，洗出这个，洗的都没了。嗯。这个好像没。老大，看样子老大。嗯，里面全部都是纤维，你喜欢这个？老了。全部都是渣，一包渣。老了，采摘晚了，摘晚了。这个最好是一天摘一回，摘出来都是嫩的，一天采摘一回，不能。我们这个都是摘老了。嗯，掉籽籽儿都能都干死了。嗯，就网上买这个品种还是不好呀，这个样子都已经老了，一包渣没法吃。老爸他以前种的那个秋葵，妈说这么大一个都还是嫩的。嗯，他取的品片儿，他取品没有吃啊。嗯，品种不好。嗯，品种是不行，籽籽儿都能的。嗯。茄子是在干嘛？茄子，你是不是没脸见人了啊？